说的带你出来玩就是来游乐场。对呀、啊，这五一好不容易放个假嘛，你出来玩一天不挺好吗？这是小孩子才来的地方好吗？我不就小孩吗？你走走走走走。算了吧，我不去了，不太适合我这个年纪。不老啊！哎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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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！咋了？走啊！走走走！起名！我操，耗子！王雪啊！啊，不是，你们咋来这儿了？废话嘛，来玩呗。怎么这么快就处上对象了？你们误会了，我是他姐姐。这牵着手呢，还能姐弟恋呢？我真是他姐姐啊。不可能，我跟启明大学四年呢，他有这么好看的姐姐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哎，行行行行，那你别，我他妈懒得跟你解释。要不咱们一起？这启明一起玩吧，正好有点事儿跟你说。